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那我们现在要玩的游戏是神魔之塔，这次我们又在跟我们的富坚合作，最蛮有名的，很久之前很有名的卡通系列的悠游白书啊。大师非常喜欢悠游白书这个作品，那是大师大概小学在电视看卡通非常爱的一部动画。好，我们这次挑战的关卡是风之使者阵初级。那关于阵的话，是在我们的悠游白书那个暗黑武道大会那边出现的一个魔性使者队里面的一个算是副队长吧。魔性使者队，大家知道这个队伍吗？哎、欸，等一下，要弄火吗？我们先解成就哈。我没记错的话是魔性使者队，然后他们参加暗黑武术大会是因为要一个岛屿，然后要一个没有纷争的地方吧，印象中是这样。然后这很喜，因为真是使用风的高手，所以他那个时候飞上天空的时候有说这座岛屿的天的风他很喜欢这样。我记得就这么多了。这音乐，这个音乐有点诡异。蛮帅的，这里的风很不错呢。啊，好帅哦！以前觉得就是阵这个角色没有跟优助打的，我记得没有打得很精彩哎。可是他们打斗是很好看的啊，他们用那个风风拳，对吗？我记得风风拳。好，那我们直接下一个关卡。好，我们来挑战终极竖起的耳朵。那我们一样用火系大队，然后这次的成就是要三个成员。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小波是我们的强化技能的素材，然后像就是猎人的系列出合作完之后，接着出幽游白书。幽游白书，在好几十年前就已经完结了，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基本上是完全不知道幽游白书这部作品的。但这部作品真的太经典了，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猎人的角色有很多幽游白书里面的影子出现，像飞影就是奇亚，你们不觉得两个角色很像吗？然后三元就跟雷欧利根本是一模一样的人啊。
不过伤员的个性比较更天一点吗？而且这是他们出场还会讲日文耶，超帅。听到新 Lucan 耳朵竖起了吧，五一戏份就会这样的。哎呀，很久没试过那样的竖起啊。好，好，我们挑战高级疾风的奔驰。那我们一样用火系道。好，这次的成就就没有限几回合了。好，哦，好大的口气呢！不过要先想好怎么样打败我啊！打败你还不简单？技能开下去就好了啊！哎哎哎，嘿嘿，好了，这样应该也可以过啊！
好，这样应该是两成就。应该是吧。好，那我们挑战超级吧。好，我们来挑战暴风中的决战超级。那用我们的火妖精队，然后这个是乱组的啊，只为解成就，应该是打得过啦，应该。然后因为这一队好像没有更新，所以要小心打。火妖精有三个妖娆花木的角色吗？哎，这样有算三个吗？忘记了，包含副队长的话。不确定，忘记了几个了。发现小波还蛮好钓的，水跟木，哎，暗珠、光珠、火珠。Go go go！ 啊，这个有燃烧。好，应该可以过了。好厉害的一拳，你真强啊！
全开啦。好，就这样。应该不用龙科了。好，带走。get。nice， 我打到了。又有白书，修罗旋风拳，所有墨符使由左上方开始向下排序，一回合内每执行首批消除一组五力或以上符值时，该执行产生两力墨妖组符时。队长技有点烂 ，CV 伤口圣品。武道武术大会参赛者，这卡牌私信介绍太烂了吧？太随便了啦！我蛮喜欢正这个角色的。开始排序。哦，那技能还蛮特别的。一直是说场面上所有幕府使会从左上方开始向下说他自己帮你排成，就是一招顺序排好，那也不错啊，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每执行，可是为什么这人是属于妖精啊？这人不是魔族吗？魔族中的妖精，我记得是魔族啊，怎么设置成妖精的 ？OK，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啊！喜欢我的频道，欢迎按赞、留言、分享。那谢谢大家这集收看的哦，谢谢，拜拜。